他不喜欢我，他喜欢我，哎，他不喜欢我，为什么我又失恋了？好，算了，二月没得过情人节，但至少还有农历新年可以过嘛，你说是不是啊？当然不是啦，难道你忘记下个星期六我们全部在 CYC 一起过吗？这样才对嘛，跟你左右旁边的人说 Welcome home， CYC 永远是你领受爱和不孤单的地方。 CYC 有中学、大专、职青、家庭和商人小组，这些小组将使你的生命告别孤单，在基督耶稣里茁壮成长。亲爱的新朋友，我鼓励你向同工咨询适合你的小组，赶快加入我们的当中吧。这个星期的 Station One 圣经装备课程已经到了尾声，结束前当然要考考大家在课程所学习到的圣经知识哦。明天二月八日也就是考试周，你已经准备好了吗？地点和时间同样在一点半 Basement One 进行，祝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成功进入 Station Two。若您在 CYC 山堂聚会进行时需要英语翻译服务，现在只需要在聚会前到 L5 入口处登记租借翻译器，并在聚会后归还即可。若你擅长中英，对翻译施工有热忱，欢迎到翻译区租借柜台报名或联络 Jasmine 慧卿。各位弟兄姐妹请注意，来临的星期天早上11点将有遇见神祷告会，地点在 L5， 鼓励弟兄姐妹们出席，透过祷告学习聆听神的话语，在新的一年与神更亲密。为加强教会中经商的弟兄姐妹之关系网，并促进以扩展其商务及网络联系，将借复活节和周年庆之时特别制作商业资讯网络特刊，诚邀各基督徒商家踊跃刊登广告，所有广告费将充作复活节和周年庆聚会场地与活动使用。愿神大大赐福，有兴趣刊登广告者可联络文凭。两个人过情人节真是太单调了，无论你是不是单身，来临的2月14日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犹太各牧区带来的情人节默剧小品忙着谈恋爱。哎呀，演默剧真是太辛苦了，还是直接用讲了吧。忙着谈恋爱下周六时间分别在傍晚5点和晚上7点半，星期天则在傍晚4点半。情人节我们约定你哦。2015年让我们的人生领受重生而来的五谷丰收，精彩又兴奋的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的崇拜聚会现在正式开始，让我们抱着积极热忱的态度跟随主耶稣。快点，我脚酸了。